这个上就炸了，我不知道他们还活不活着。轰的一声，梁先生也死了，他们就是为我，你们要跑回来给大家报个信儿。我就跑啊跑啊跑啊，我终于跑回来了。九哥让我跟一萍姐说，只要他能活着回来，一定让他知道，让他明白，他会后悔，会不会后悔？龙王，他们在哪里？ 之前说，他们的电报机坏了，所以在最关键的时刻没有跟我们联系上。真是难为他们了，可是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后事儿都处理妥当了吗？处理妥当了，请首长放心。龙蛙带回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小队为了拖住敌人，才陷入危险的。季彤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和一平同志商量了一下，觉得是不是应该派人前去营救呢？季彤同志，现在大部队正在过江，派兵去救援十分危险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季彤座。 我们一起商量一个办法吧。你们看看这个聂九进入红军队伍才几天啊，不是出现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的。老孙，不能用老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同志吗？再说了，
小队出问题，是聂九造成的吗？正相反，敌人追上来，是他们的小队拖住了敌人的后腿。老罗，这个我要提醒你，我们现在是联系不上他，可是派兵救援万一暴露了我们大部队的位置和行动目的，怎么办？我们这不是商量才刚刚开始吗？你不要太消极。这不是消极不消极的问题，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认为。 还是等老曾回来，汇总情报之后，公司敌情再说。老孙，难道眼看着我们自己的同志陷入危险，就这么不管不顾放弃了吗？这不是放弃不放弃的问题，这是有没有大局观的问题。现在，聂九和春生，他们的小队也联系不上。如果现在这个时候贸然出兵，很有可能会暴露我们大部队的行军方向。这样，你加紧联系，我再看看。 老曾他们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？就这样吧。是。副长官，山顶没有发现任何共匪踪迹。什么？没有？我就不相信这几个人能飞了。给我继续搜。是。 我就说嘛，我们红军到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夷，这不又成见天日了。这个地方不能久待，咱们赶紧找个地方再避一避。嗯，好，大哥，前面有个村子，要不咱们去那儿歇歇脚？不能进村子，是，绝对不能进村子。现在敌人正在搜山，万一又把我们堵住怎么办？前面有个破庙，咱们去破庙避一避。好，可以。大家去前面的破庙避一避，走。 哎，警长，我有一件事和你说，我们来哥阿家山上呢，我们得想办法去救他去，他太危险了。好，这样，咱们先到庙里把同志们安顿好，然后再想办法。那你说的，走吧，先过去，走。哎，走吧，马亮。走。大家快！ 坚持住啊，小心啊！陈静同志，抓紧查看一下伤员的情况。是，尊长。快点！来，秋海、石泉，你们守住庙门，负责警戒。 是。扛得住吗？扛是扛得住。 扛不住也得扛。陈静同志，里边怎么样？左营长，药品都用完了，该换的药也都没法换，怎么办啊？
同志们，大家这次死里逃生，算是闯过了鬼门关。可是不要松懈，一定要打起精神来。只要打起精神来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好好休息。要喝水是吧？我去打水。来福，坚持住。怎么样？舒服点了吗？没事，好了。 孙静，他的身上特别凉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他的伤口可能发炎了，身子也太凉了，需要保暖。好，我去生火。不能生火，生火会有烟，我们会暴露。可是现在不给他取暖的话，他的伤口就会更加严重，到时候就晚了。孙营长，我求求你，我去生一点小火，我就够烧烧点水，给他擦擦身上还不行吗？不能烧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呀？ 别生火，要是把敌人引过来，大家就都一下了。君海，石泉，喝点水吧，喝点吧。 别这么悲观，这国民党有什么可怕的？记住了，我们是红军，啊！孙营长，我们是不是分开走比较好？不行，不能分开，一起走，方便照顾我们受伤的同志。哎，也不晓得这龙娃找到我们主力部队没有。张叔，你说那大部队会来解救我们吗？肯定会。 因为我们红军亲如兄弟，组织上绝对不会丢下我们的。放心啊！华玲，别哭了，出去跟我警戒，替一下全海和石泉，走。哦，张叔，你看好他啊！ 九哥，九哥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我喜欢上别人了。你撒谎！我喜欢别人有什么可撒谎的？你回去吧，你再找个比我更好的。你骗我！我根本就不相信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把我忘了吧，行吗？你就是个混蛋。
就当我是个混蛋。不用太难过，他们一定会没有事的。只要一有他们的消息，我们马上就去营救。现在，我们只能等待。是薛团长吗？是我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是二局的，刚才那个特殊电波又有了新的反应，敌人正在茶花寨附近伏击我军的一支小队，曾局长担心是左营长他们，所以让我前来马上报告。茶花寨？是。怎么找不到？这个地方确实很少有人知道，曾局长之所以让我来，是因为我是本地人，可以给你们带路。这个地方大概在这个地方，茶花寨，应该就是他们。他们还活着，太好了。对了，你赶紧去告诉沈一平同志，我们现在就去请示上级，赶紧去增援他们。是。现在敌人那个特殊频段又有动向，我们监听到他们在茶花寨附近伏击了一支我军的小队。茶花寨怎么会有我们的人？侦察小队来回穿梭运动，这个都不好说。老邓，你匆匆忙忙赶回来，是不是不能确定到底是咱们哪一支小队在茶花寨受到敌人的攻击？我现在怀疑他们伏击的是左春生同志的小队。报告各位首长，我刚才查了一下地图，根据龙马赶回来的脚程计算，应该是聂九跟左春生他们。这个消息已经得到确定，那你赶紧通知沈一鸣同志。我已经告诉他了。那你们准备好就出发吧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现在敌人离我们这么近，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，这个时候怎么可以派人出去呢？如果没有侦察小队，我们早就被国民党中央军给围堵上了，任何一名自己的同志我们都不能丢下。老罗，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？谁来负责？这个责任当然是我来负。季彤啊，你和一平同志准备一下吧。是。老罗，给春生同志他们那个小队是不是留一条船呢？我觉得不妥，只是一个小分队，敌人很难知道我军的动向，如果留下一条船，不是摆明了给敌人指明了方向吗？老孙，你这是草木皆兵，你想想，小队一旦过了江，敌人的围追堵截那就已经失效，大部队早已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。我们现在只能顾着大部队几万同志的安危，不能出现任何的冒险行为啊。这不是什么冒险行为，小队引着国民党中央军到处跑，这正是为了迷惑敌人。小分队的任务就是转移敌人的视线，收集情报。小分队如果能继续为大部队安全转移创造条件，他们就成功了。小分队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我们能在这儿吗？我们现在有条件营救，就要马上行动。聂九同志是云南本地人，他对这里的地形比较熟悉，他一定有办法追上大部队的。
电台的大功率二极管彻底坏，这个发现让邹锡仁大吃一惊。上路之前，他检查过，一切都是好好的，而且二极管一般并不容易受损，哪怕是行军路上的磕碰和撞击，也不至于损坏到这种程度。零件上的断口很整齐，这不仅可以确定是人为造成的，并且此人一定是个精于无线电技术的高手。 才可能知晓二极管的重要性，而对方偏偏选在这个节骨眼上动手，目的就是要阻止小分队和组织联系，以此拖延大部队渡江时间。邹锡仁将整件事情又从头到尾仔细地想了一遍，电报机他几乎从不离身，难道说队伍里有内奸？ 聂九难道能插上车手飞上天吗？说，聂九藏哪儿了？不是一起的。不是一起的。长官，我们真不是一起的。你看我们穿的这样，怎么可能跟红军是一起的呢？我跟您说实话，你就把我放了吧。我们俩可是唱白事的。 唱白事儿啊！真唱白事儿？你糊弄鬼呢？唱白事儿的穿军靴？好啊，你给我听好。 如果找不到聂九，你就等着给你自己唱白事吧！啊！司令，找到了，司令，司令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那边那条小路上，发现了共匪的踪迹。<笑> 好好唱白事儿啊！你还信这个？你这话怎么讲？信他能救命？你觉得谁能救啊？自己救自己的命，谁也甭信。 司令，您看，那边有一个破庙，估计他们就藏在里面。马上给齐师座发报，就说我部发现赤匪阻击部队，把破庙给我围了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走，跟我走。 别着急啊，马上就能见到你的兄弟了，高兴吧？走吧。
你就兄弟，喝点血吧。不用，多谢。你给其他人吧。啊，小张同志。 怎么了？哎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那天我着急解手，是不是让你看着发报机来着？对，是我。有没有其他人接近过？就我一个人。哦，对了，咱们队里的卫生员同志跟我一块聊天来着，他还给了我一点吃的。其他就没有别人了呀。陈静。对，是他。哎，小张。 被包围了，快，去把所有门封死！快！你不把自己闷在里边了吗？现在出去也是死，咱们这么多伤员，能顶一分钟是一分钟吧？检查武器弹药，快，给我武器弹药！耀祖，营长，你给我留两个手榴弹，我先顶住他们，你不用管我。不行，因为你自己能顶多长时间？耀祖，一起走。 破庙里，司令，您跟他废什么话呀？直接一把火把这破庙给点了，就跟当年在压脚巴士一样。我说小九，我这样轻声细气、好言好语的跟你讲话，你别以为是你叔，我怕了你了。我数三声，你要是再不出来，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一。 你醒！不知道这有出去是白白送死。三，好，你跟你老子一样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来人呐，把人给我带上来！带上来！进来！快！快点！快点！ 大哥，大哥，快救我们呀！大哥，别这么叫我！大哥，大哥是孟来哥他们，咱们不能看着不救啊！谁都不要动！大哥，不能眼睁睁看他们。 被敌人给杀死啊！问你呢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说话！问你呢？什么意思？我问。
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木管。他爸，咱大点声！大点声，会不会？他叫木管。问问他叫什么名字？壮男，问你呢，叫什么名字呀？说话！再大点声！我叫郝凤来。小九，听见了吧？他是你的好兄弟郝梦来。薛团长带着人来救咱们，兄弟们，一会儿跟我一起冲出去，这是唯一救人的机会，咱们前后夹击，把他们彻底灭在这儿。
子练枪子的，有本叫他明出来，想龟孙子样躲着算什么？爷爷我不上不大，你不是号称是神枪手吗？有本事过来杀爷爷啊！打死你！你等着老子扒你狗皮！弟兄们，给我杀了聂九这小兔崽子，不管是死的活的，通通上大洋！100块！就杀这个畜生！你冲！叶雄。